大家晚上好，我们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沙土，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的合上双眼，请大家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眼皮慢慢的垂下来，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轻松地闭起来，然后我们就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所以现在我们就舒舒服服地坐，先以自己感觉轻松สบาย的坐姿来打坐。怎么坐也都无所谓。单盘、散盘或者坐椅子都可以，只要我们感觉这样做可以坐得久，不容易酸痹、麻痛。我们都没有勉强的感觉，什么时候感觉哪里不舒服，哪里有出现酸痹麻痛的感觉，我们可以调整，或者哪位想换桌子也可以，然后我们就一起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我们现在就调整，把它放轻松。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我们慢慢来哈。因为身体的放松会对心里的宁静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就先从头部开始观察，额头放松，眉头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有的人在无意中皱着眉头，当我们知道了，就调整一下，把它
放轻松，鼻子、嘴巴两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颈部、两侧肩膀，哪一位？两侧肩膀在无意中提高上来的话，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调整一下，把它放轻松。手臂、手腕、手掌、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也跟着放轻松。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我们现在先不管坐姿好不好看、庄不庄严，我们先不管。我们先以轻松、สบาย为主，也就是说，我们会感觉轻松、舒服，而且同时也感到我们现在有清醒的觉知、正念，腰部也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现在我们的手怎么放，脚怎么摆，也都无所谓，都没有关系。现在我们先以轻松、สบาย为主。如果我们调整身体，调得恰如其分的话，我们会感觉好像我们正在穿着柔软的衣服一般，穿起来感觉很宽松，很สบาย。然后我们试试看，试着想一想，现在在我们的体内都是空心的，也就像一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里面都没有任何内脏。无论是肝脏、肺脏、肾脏等等内脏都没有，都是空心的。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身体会变得很轻。
当我们呼吸的时候，也会感到更顺畅。我们可以试试看深呼吸，两三下。深呼吸是有很奇妙的功能，也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身心能够更进一步的放轻松。我们一起来，又深又长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我们身体的上半身有稍微膨胀，我们也感觉可以吸收到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吸收进来，让我们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感到轻松、spy。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那些闷闷的感觉全部都排出来。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感觉轻松、spy。现在毫无用力，毫无紧张。然后我们可以试试看，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那里，每一个人的舒服点可能不一样，有的人舒服点是在身体外面的某一个点，有的人舒服点是在身体里面的某一个点，或者有的人身体的中央点就是他的舒服点，都可以哈。我们就看自己感到满足的那个点为主，把心宁静定在那里，在舒服点，轻轻地碰触那个舒服点，感觉很温柔，很轻松。我们很想把心一直宁静定在这里，感觉好像我们在这里可以享受来自宁静的快乐，心越静越定，
舒服感会越来越增加。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宁静、轻松、舒服。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我们只要静静的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展、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那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只教善友，没有教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支佛。每一尊阿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波祖师、龙婆的墨子有法身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ารหันตานันจะเตชีนะรักขั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ตุเต
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洒脱。我们今天来听《吉古独长者》第二集啊。昨天讲到，当吉古独长者去找拉萨卡哈富翁的时候，拉萨卡富翁说他明天要准备迎接佛陀跟僧团因为要供养食物给佛陀跟僧团。当吉古独长者听到这个消息，就很发喜，就连续问了这个拉萨卡富翁三次，是真的吗？拉萨卡富翁就说真的是真的啊。然后声音很小，声音很小吗？这样听得到吗？正常哦 ，OK。然后呢，吉古独长者就问拉萨卡富翁，问说，那我可以今天去找佛陀吗？拉萨卡富翁怎么说？他就说不行啊，现在时间太晚了，等一下天会黑哦。那当你要去找佛陀的话会很危险，因为在路上啊你会遇到很多坟墓那个是要经过一片森林，有很多尸体的，你还是不要去好了。等到明天你就可以见到佛陀了，所以再等一等吧。那个时候吉古独长者呢，他都没有想到自己要做生意的事情，全部都忘光了，现在只想一件事情而已，就是想见到佛陀很想很想去见佛陀，连吃饭都吃不下。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特别专注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吃不下饭不只是这样哦，当他要去入睡的时候心还在一直想佛陀的，想见佛陀。这个你要补充一下，晚上在佛陀时代把这个夜晚分成三个时分，就是 三个时段第一个时分是从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第二段时分是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然后第三段时分是从凌晨两点到早上六点。大家猜猜看，通常在当时的人他们是几点，他们是在哪一段时分睡觉应该不难猜对吗？就是第一个时分就是在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这段时间那大家应该是第二段嘛，大部分如果是佛陀时代比丘们是在几点睡觉呢？你们知道吗？他们是在森林里面修行，晚上十点睡觉，几点起床呢？大家就看第二段时期到第三段时期，这里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四个小时凌晨两点大家在做什么呢？
哦，凌晨2点了。那他怎么知道已经凌晨2点了？有闹钟吗？没有。那太阳出来了吗？也还没。那怎么知道呢？他们睡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比丘们有枕头吗？没有枕头，他就把石头或者木头当做枕头。那当把这个石头或者木头当做枕头的话，会怎么样？你真的很累的时候，很想睡觉的时候，才可以睡得着觉，对吗？那当你怎么样比较有精神了，这个头部这里会感觉有微微痛的感觉，那就表示该起床的时间了。那个就是差不多凌晨2点啊，那个时候呢，吉咕嘟长者就是在第一段时间、第一段时分这里啊，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这里入睡。不过他一直睡不着觉啊，哦，手要摆在额头上啊。一直在想，我该怎么办才可以早一点见到佛陀？直到第一段时期还没有过啊，他就醒过来了，一直在想佛陀。那个时候很奇怪啊，有光亮出现啊，这个光亮其实是佛陀的威力呀。他那个时候就以为天亮了，就去看窗户那里，天还黑着，那就是还没有到该起床的时间呢。他就回去继续睡觉，直到第二段时期。就是大概晚上10点到晚上，到凌晨2点的这段时分呢，他又再一次起床，很想见到佛陀，怎么办？第三段时期也是一样，差不多凌晨2点、3点左右就起床了。他就想说，我睡了这么久，这是我该起床的时间了。然后他就去打扮了，去穿好衣服，然后就想说，现在我就要出发去找佛陀了。当他出门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天还很黑呀，而且城门是在关着，没有打开。那怎么办呢？因为那个时候城门不是24个小时都开哦，晚上就会关着。他也没有那个钥匙，怎么办？他就想说，如果一直要等到天亮的话，等不及的，想早一点见到佛陀。刚好这个叽咕嘟长者的这个行为啊，是被一个天人发现了。这个天人一看这个叽咕嘟长者，就知道。这是有福报的人他的愿望是想找佛陀，所以呢，这个天人也想修功德，就用这个威力把门打开。当把门打开了之后，叽咕嘟长者看到了什么呢？大家要想知道在王舍城那里，你们应该记得。现在吉咕嘟长者住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城市，对吗？是在他的朋友的那个城市，在王舍城那里呢。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人太多太多了所以呢，当有人死亡的时候，或者有发生一些传染病啊，如果是晚上死，他们要赶快。解决这个尸体，他就走到很高的那个墙然后就把这个尸体丢到外面去，所以呀，
当几孤独长者要往前走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很多尸体。如果是大街的话，你们怕不怕呢？深夜的时候有看到这么多尸体啊，那几孤独长者会继续往前走吗？还是要回家？我们后天呢，再继续听，明天会有龙碧玉来分享佛法。今晚龙碧玉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后天见。 Thank you.